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游乐场好介绍，我哋嚟到旺角呢个游乐场，交通方便，位于大型商场里面，玩攰咗可以食嘢购物。今日等我介绍俾大家啦。我哋首先坐港铁去到旺角东港铁站嘅 D 出口，一出到嚟就系新世纪广场，可以坐电梯去到三楼，揾一揾美食广场。美食广场旁边就是今日的主角 Moco Park 动乐园，大家可以留意翻游乐场的开放时间同埋消毒清洁时间。游乐场面积都几大，是一个长方形设计，入面好多新颖的儿童游乐设施，照顾到不同年纪的小朋友。公园照顾周到，有好多座椅俾大人小朋友休息，亦都有飲水機免費提供。旁邊有洗手間，又有美食廣場，大家可以買啲食物、飲品，坐喺度慢慢享用，睇住小朋友去玩。呢度真係小朋友放電嘅好地方。今日的分享到此为止，嚟紧我会继续分享唔同嘅有趣游乐场，多谢收睇，再见。